新年嘅厨师就系世界人见人。接下来，我向下来回顾一段70多年前发生土客家中嘅人权白海事件，里面综合案。1949年，建人令实施过后，台湾有东岛素材都受到拍摄恐怖嘅影响。东岛同国民政府以及无穷用嘅亚洲民众呢，就本人作起，甚至就安尼亡命嘅。1956年台，桃园中立嘅人民中学。有见韩国王宪忠又压着先生，因为不满党区欺压百姓，故所就镇内宣传穷山思想的特殊费。本国民政府看作是发动叛乱的穷费。1951年，由新一年本人作起来，其中四年本人判决死刑。也看案呢，就是大家所讲的人民综合案。生死早已至脑边。纵入地狱亦泰然，独有一事情未尽，寡妻孤女问谁怜。养猪阿爸王宪忠本人从业60年过后，能搞到伊苏杭的秘书，他在恐怖受害者家属王兴发，目睹态度看出心情有几复杂的，因为阿爸是1956年人民政府认定的穷匪，他有的不是。小爱他有的，他内心有的是大爱，虽然他没有成功，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人家讲的匪，他是英雄。1946年，对广东省来的姚建受到人民中学的邀请，为判处总铺，伊同时嘛还负责总结共产党总那支铺运作的重要经验。因为对时局的不满，人民中学也有其他的教职员跟学生诶，都天天加入共产党。国民政府在一腐败啦，无当作台湾人迄几个百姓，唐啊啊先生讲，像个老师老几都讲啊，是迄讲。其都准备啊，去迎接自家的共产党，去来解放台湾。接下来又见王宪忠等高志彦、范范永基、刘兆玉、齐代等三个学生诶，正读书会讨论哲学思想。三月份呢，本届民政府因为又想要颠覆政权，1952年就叛乱罪起诉。这名声音演员本人做起来，其中是演员本人从业。讲最先是看像你那么个鲁迅啦、啊，哈、哦，巴金底层社会的个人个生活啦，哈、哦，慢慢的让看到大众哲学了的。他狱中的那些狱友们有说，因为就常常会被拖去要你写自白书啦，要你抖出一些人来啦。我父亲是最常被拖出去打，然后是遍体鳞伤的拉回来。西巴斯南的同志，别再为祖国担忧，你流的血照亮着路，我们继续向前走。从结以前，刚约的朋友会从耶稣安息歌来送爱送献台的死刑犯。人民中学案正系拍摄恐怖时期，按到阎王案的其中一天。就算过了70多年，不过家属唔但将希望受害者得到平反，韩国继续等待历史真相还原的一日。下个新闻，请用准吴祥平、陈玉新综合报道。